各位来宾，我们的晚宴，哎，这个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好，大家稍安勿躁，现在我们即将带来的第一支舞是由缅甸仰光妇女组为大家带来的一首舞蹈。好，掌声欢迎送给他们。
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的痕迹，时间转眼就过去，在散落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请留在原地擦吧。哎呀，三百首心要多大的勇气，这一天你我一起撑起，跟
那么我叫林树豪，郑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也知道，我是通常都是以我们云南人的文化呢一直这么唱啊。那么现在我写的这首歌，歌名呢叫做彩门大开，把金银财宝滚到你家里来。 Music。越快过年，沙头念珠迎春天。